心脏病急救案例。所以慢慢放人哈。这个还是算侧面。昏倒。有一个昏倒的，好，等一下，因为有病人昏倒，我们先做急救的。好，慢着。来个桌上，给他灌。枕头呢？枕头。肚子跟他盖着。好，他这个表情啊，脸色没有变，应该是心脏的问题。灌我们把它翻侧面的。要把它心脏先解开。用头把个捋起来，摆动身。好，现在醒来的，他已经在呻吟了。现在再把他心脏把他按好，以后再来按他的那个头部。好，他眼睛已经醒来了哈，那个红豆准备。好，头部，先给他温敷。好，给他垫在后面。好，给他躺着。我那带着一个衣服，给他肚子盖着。你问他，他刚才是怎样不舒服？是不是肚子？是不是胸闷？你问他有原来有心脏病吗？没什么被动啊，过年过没什么被动。对，他原来心脏不好。